Yang Lan, referred to as the Oprah of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journalists in China. In her recent documentary seri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e and her team traveled across the globe to interview knowledgeable researchers, technologists, and leaders on their opinions and findings. The current phase of AI is not AI at all. It's not really, I call it, it's truly artificial. It's not real intelligence. We recently interviewed Yang Lan to get her views of AI. 我觉得这些年，科技，特别是互联网，还有这个移动媒体，给整个的媒体领域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其实从广告收入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商业的中心呢，从传统的纸媒、电视媒体，在迅速的向互联网媒体来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都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一边探索，一边尝试，一边总结啊。但是我想，可能有几点是非常显著的吧。第一，就是人们接受信息的端口变得越来越多元，而且是碎片化的。那么这就要求无论是内容的分发的渠道还是内容本身的制作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概很难有人在自己的手机上看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是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这样子的更碎片化的节目的时长，然后节目的内容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特别是在今天有了 AI 技术以后，可以根据人们的行为喜好来把相应的信息推送给他们。After working in the media industry for almost 3 decades, Yang Lan started her career in journalism in 1990 in the Zheng Da variety show. Dear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正大综艺节目今天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希望为您在茶余饭后增添一点生活的情趣，相信我们一定会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的。In 1994, to many people's surprise, Yang Lan left that glamorous job at CCTV and pursued her master's degree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After graduation, she went back to China to continue her media career.因为在当今这个世界，由于种种的利益冲突，人们倾向于收窄自己的视野，然后同时相应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也都变得更加狭隘和更具有攻击性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代这样的年轻人接受更加完整的教育，具有全球化的和多元的视角，然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寻求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一批年轻人是会重塑中国和未来的。我觉得基于很多方面，第一是从他们个人发展的角度，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地平线，所以无论是在美国、欧洲、澳洲、或者是其他国家，还是在中国，哪里有适合他们成长和创造价值的机会，他们就到哪里去。他们比上一代人要拥有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第二呢，我就觉得他们的这种信息的流动，也会促进商业机会的挖掘。比如说，像在科技领域，像在商业领域，像在科研领域、文化交流领域，都会造就很多的繁荣和机会。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为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奠定了更好的人际沟通的基础。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多的年轻人能够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基于对不同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尊重，与相互的欣赏，他们会构建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关系的体系。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就不用跟风。比如说对于有一些领域的科学研究，可能相对的美国的一些实验室的条件更加的成熟和完备，那么你如果在某一个方面想更加精进和真的做出一些科研的成果，那这个环境也许就在当下对你是更好的。也有些人呢已经比较明确自己创业的一个目标，那么回到中国可能这个市场有更多的空白等待你去填补，你
有机会造就一番自己的事业，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选择回去，或者呢再给自己多一点思考、实习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能够拉长一下自己的这个思考线、接触更多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能够跟自己的一些学长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朋友啊同学啊、多保持接触，来了解更多的信息。我觉得其实、年轻人的选择无非基于就是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和这个社会需要我做什么这三个圆的交叉的部分，所以你努力的去更好的了解自己想做什么，也更多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同时看这个市场的机会在哪里，找到那个交集的话，这个选择就比较容易做。In 1999, Yang Lan co-founded Sun Media Group with her husband Bruno Wu. Since then, her media empire has expanded to multiple platforms, including TV, magazines, and websites.Her TV program, Her Village, is geared toward a Chinese urban female audience. It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multimedia community to empower women. Every woman, actually, like men, if they want to achieve a certain result in their career, they must put in 100% effort.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lso experiencing a time that has a very big cultural change.比如说过去可能是更多的女人会觉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但是今天在中国这个观念受到从所未有的一种挑战，更多的年轻女孩子会说面包的钱我可以自己挣，你只要送我玫瑰花，所以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也许更加纯粹，而不是有很多的经济附加条件在上边。我觉得这恰恰是给了女性更多选择的自由和自主性。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对自身和环境的把控。如果你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自己一份喜爱的工作，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的话，那么实际上无形中加强了你对于自己周围环境，或者说虚了说就是对自己命运的某一种掌控感。这种掌控感实际上是我们内心非常需要的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一种来源。所以与其去靠一个白马王子来拯救我们，还是我们自己自我拯救比较靠得住，是吧？但是同时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更加纯粹的态度来对待感情，对待家庭。那同时呢，这个时代的一个大的文化变迁就是男人来分担家务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那也有更多的男性，特别是在育儿啊在家庭的这个责任方面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自身的这种角色。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两性的一个福音哈，就是我们不再用那种刻板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角色的形象去规范每一个人的生活。那我们必须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只要是出自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有一些女性可能会选择生二胎的时候或者孩子小的时候决定放弃一下自己的事业，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做全职妈妈，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决定。但是从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我还是鼓励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经济的收入，和自己独立的一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的孩子也会以你为榜样。20年前，我对于年龄是有焦虑的。因为我在20多岁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前辈只是因为年龄大了就会失去自己专业上的机会，我当时觉得特别的焦虑，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未来。当你把年轻貌美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时候，这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焦虑。所以后来我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自己做制作人做撰稿做编辑然后不断地去发展自己的企业，其实也是在对抗某种焦虑。然后今年我很高调地过了50岁的生日，然后很多人说，哎呀，女性不是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很这个
私密的一件事情嘛。但是我恰恰是觉得今天的女性有这个能力去打破对于年龄的一种迷思，也就是说的确在不同的年龄我们会有不同的心态，我们的身体也处于不同的状态，创造力也处于不同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不断的成长来和时间成为朋友。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更应该是你能够帮助别人成就什么，就是你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啊，而不仅仅是说让别人听命于你才能够证明你的成功。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另外呢，就是成功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金钱和权力的游戏。我觉得一个普通人能够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能够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提供安全的和尽可能便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条件，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成功者。